我在家里什么都不能做，一点本事都没有。上次为了盯你的照片，把手都砸破了。你这手。嗯。下次再干这样的事，你找我。我要自己做，我要做一个有本事的人。星宇。好吧。你要是让我回去，我就回去吧。我们走吧。嗯。哥，你看那儿有这么一大片竹子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嗯。小心啊。慢点。咦？这么高的竹子啊，哎呦，哼，星月，嗯，我想好了，我们不回上海了。真的？嗯。我也不想做个没用的人，我有手艺，又有力气，我就不信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嗯。看到没有？这么多竹子，这就是咱们的好日子。小姐从教堂回来以后，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以后家里的事无论大小都要请示小姐。我是伴娘，还要赶去帮她化妆呢。啊，